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了？阮查某囝都开刀无大紧，你无咧动心无要紧，你搁叫恁后生呢？爱秀琴答应你外口生囡仔，爸，你真正甲雪琴讲种话哦？那你做根本就想过啊？人不是因为你太不习惯嘞，惹遐尼多代志，外口需要做这种歹人。咱饭店有咱饭店的规矩，一切哦拢爱照规矩来。我认为金表也是爱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安尼较好啦。只要是公平竞争，我相信我定当摕到订单。啊，卡叔讲，若是同行，那呢在其他的所在拄着，这个真正上一发有灵。哦，袂歹袂歹，千数里袂歹。但是到这来啊，咱袂当阻人脚步。即马状况紧急，身体非常。人生难比感情。哎，你还在创啥？你也不是我的囝婿，那已经无关系啊。一个查某人哦，要顺利有心哦，生囡仔不是足简单的代志。人拢讲哦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啊，咱来拜神明，求一个平安，就是希望讲哦，对一开始就当顺顺利利。小姐，你听有我拄则讲的话无？小姐，小姐，姐，你唔通做公代志啦！是一个善良的献身，为着子儿前途放弃美丽。为因出十二万里打风吹，为着咱一个家，伊无怨无悔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三生有幸。对你讲过山明海誓，无论我做轮回，嘛爱兑现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感谢有你付出一切。今生的日子，有我来陪。